我们在焊接之前，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红光中心。焊接之前先不要着急出光，首先检查一下红光。像这种现象就属于红光不在正中心的现象，我们需要通过显示屏上的红光偏移设置，上下左右调节到红光在正中心，让红光聚焦成一个点，然后再让点在喷嘴的正中心，这时候位置才叫红光中心点。